好，这节课我们继续看这个立项。那立项，上来这课我们讲的这个右水倒左，右水倒左，右水倒左，第一个就是讲的水柱乙星丁癸，水柱乙星丁，乙星丁癸。那么右水倒左，也就是说你站在这个墓穴啊，坟墓之前，站在墓穴之前呢，面对着明堂啊，水从左手边向右手边流呢，就是左水倒右；那么水从右手边向左手边流呢，就是右水倒左。那我们现在讲的是右水倒左，水出乙星丁癸。那么右水倒左，水出乙星丁癸呢，我们立的是一个是正身下。那我们立的一个是正身下，如果正身下呢不够理想啊，不够理想的话，那我们就会立一个自身下啊。你再看自身下，对吧？那么说水柱乙星丁癸啊，我们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啊，简单来回顾一下，就是人子。癸、丑、庚、寅、甲、卯、乙、辰、巽、巳、丙、午、丁、未、空、申、庚、酉。辛、戌、乾、亥啊，那么就说右水倒左，那、啊、水出乙啊，从乙这出了，水出丁啊，水出星啊，水出癸啊。那我们看呢，我们首先立的是自身相啊。什么是自身相呢？啊，他讲的是四大局。对吧？自身相呢，讲的是四大局啊，一个是申子辰，对吧？水局，寅午戌，火局，亥卯未，木局，最后就是巳酉丑。金局那么这个自身相，这个身呢，这个身啊，这个身呢就是指的啊，身呢就是长生，对吧？啊，就是四大局的长生相啊，身呢就是长生，对吧？那么局呢就是一个是长生地旺木库啊，第一个字呢是长生啊，第二个呢就是地旺啊，那就是自旺相啊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是木啊。那我们看一下水出乙星丁癸啊。那水出乙星丁癸的时候呢，双三五星啊，对吧？那么辰呢就是乙辰啊，辰呢就是乙辰，乙辰呢就是水局，对吧？那么水出戌呢，就是辛戌，对吧？辛戌呢就是火局啊，戌呢它是火局的库啊，木库。那么水出的未呢，啊，那就是丁未。对吧？丁未呢是木局啊，木局的木库，对吧？还有巳酉丑三合金局，如果水出癸丑啊，那么就说从癸呢，癸丑是一组，对吧？从癸的这个天干出去呢，那就是金局的木库啊，金局啊。如果水出了乙，对吧？从乙呢这个地方出呢，乙呢就是申子辰三合水局，对吧？它是水局的木库。三合水局的木库，对吧？水局的木库啊，那么他立的这个正身相呢，就是立长身相，对吧？申子辰三合水局啊，那么就是立这个空身相，对吧？啊，立这个空身的这个相，对吧？那坐呢，就是坐。庚寅，对吧？
坐艮下空，坐寅下申嘛，对吧？我们讲的是下，对吧？那么我们再看，如果水出的丁，对吧？丁呢就是丁位，那就是亥卯未三合木局，啊，木局的木库，对吧？那么木局的木库呢，亥卯未三合木局，我们就要立这个前亥啊，前亥呢就是长生，对吧？正生肖嘛就是长生啊，立呢前亥肖啊，立前亥肖啊。那我们再看，如果要水出星啊，那么水出星出呢，星出呢是寅午戌三合火局，对吧？它是火局的木库，对吧？火局木库，对吧？那么火局的长生呢，就是艮寅，那立的是艮寅相，对吧？立的是艮寅相啊。那么水出癸的时候呢，癸丑啊，癸丑呢是金局，巳酉丑三合金局啊，金局的木库，对吧？那么巳酉丑三合金局呢，水出的癸呢是它的木库方是去水啊，那么立相呢就是立巳，对吧？巽巳相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立了巽巳相啊，巳酉丑三合金局啊，那么这是立正生相，如果正生相不理想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就要借库啊，我们讲的就是借库小水啊，叫借库借库借库放水、啊、那么什么是自生相呢？自生相呢就是借库放水啊。那么水出乙星丁癸的时候呢，对吧？依它的自生相，比如说水出乙，对吧？水出乙呢是水局的木库，对吧？那么水局的木库呢，那就要立立什么相？如果我们立空生相不理想之后啊，我们就要立巽巳啊，金局的长生相，对吧？那么金局的长生呢，建了一个水局的库啊，也就是金局建水局啊。金局立啊，你立的是金局的相啊，借水局，借水局的库，对吧？巳酉丑三合金局是不是金局的长生啊？那么乙辰呢，就是借了水局的库啊，去消水，去放水，对不对？就这个意思。这就是说水出乙的啊，水出乙的时候啊，你的这个正生相啊，艮申不理想的时候呢，要借库消水啊。这个呢我们在上一节课呢已经都讲过啊，有相关的视频，我们现在就是回顾一下，对吧？金局借水局的啊，那么水局呢就借木局的，对吧？木局呢就借火局的啊，火局呢就借金局的库啊，你把这个搞清楚就可以啊。这个是左水右水倒左啊，右水倒左，那么第二呢，我们前两节课呢又讲一个右水倒左，右水倒左，水从这个乾坤艮凶
水从前孔沟穴，啊，出前孔沟穴，啊，右水到左，啊，从前孔沟穴方出呢，我们立的是仰下，啊，仰下，那就是仰下浊流，啊，叫仰下浊流，啊，我们再看一下，回顾一下，啊。人子鬼丑庚寅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未空申庚酉星戌前亥，那我们说的是水出前空沟穴，前空对吧？前空沟穴，啊，那么水出前空沟穴的时候呢，立的是仰下。我们看一下，如果水从巽方出，那么巽呢，是不是这个水局的爵位，对吧？那么乙辰呢，是申巳辰三合水局的木库，对吧？木下一个就是爵嘛，对吧？衰病死木，爵胎阳嘛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是不是从爵位去水，对吧？是不是爵？啊，这个也一样啊。你看它这是丁位啊，它是木局啊，亥卯位三合木局的库，木库对吧？木库，然后呢，空巽呢也是爵位啊。同理，乾呢是寅午戌三合火局。也是爵位，对吧？寅午戌三合火局，这是木，对吧？火局的木，啊，木呢完了就是，是不是爵啊？对吧？那么这个也要，癸丑巳酉丑三合金局的木库，对，木库的下一个那就是木爵胎嘛，衰病死木爵胎阳，对吧？那我们立的时候呢，立什么相呢？啊，木爵对吧？这个是胎，啊，那么丁位呢就是仰，啊，你立的是仰相，对吧？水呢从爵方而去，啊，就是。仰下浊流，对吧？仰下浊流，啊，这个呢就是说，右水到左，水出前空沟穴，啊，怎么样具体下？啊，这个呢，我们在上个视频里面呢也做了详细的介绍，啊。那么我们在前面的视频呢，我们已经讲过啊，右水到左啊，水出前空水出呢前空沟穴啊，以及水出乙辛丁癸啊，那么至于水出甲庚丙壬怎么样立下呢？我们先不要急啊，我们下节课呢会讲啊。那么在上节课呢，我们又讲了一个左水到右。左水到右，水出乙辛丁癸，对吧？左水到右啊，水出乙辛丁癸啊，我们立的是，我们讲的一个是立的是正卦象，对吧？那什么是正卦象呢？
那就是四大局，对吧？四大局的地旺嘛，旺啊就是地旺的意思啊，旺就是地旺，对吧？申子辰三合水局，子就是旺，那么双三五行里面的水局的旺相呢，就是壬子，对吧？那么亥卯未三合木局啊，那么旺呢，地旺呢就是木啊，就是卯，对吧？那么三合五行里面这个呢，它是壬子地旺，对吧？那么卯呢，就是甲卯，对吧？你这是地正旺相嘛，四大局的旺相，地旺嘛，对吧？地旺相，那壬子辰啊，还有寅午戌，寅午戌三合火局，午啊是地旺，对吧？那么午的双三五星呢，就是丙午，对吧？你丙午相，啊，壬子辰、寅午戌、亥卯未，还有一个就是巳酉丑。进局，对吧？那么酉呢就是地旺，双三五行里面的庚酉啊就是地旺相啊，双三五行就两个，是吧？那我们把这个知道之后呢，那就很容易，对吧？你把这个搞清楚呢啊，这个都这些呢都属于四柱预测里面的知识，是吧？我们看一下壬子癸丑庚寅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立坤申庚酉辛戌前亥，对吧？这个是呢，是左水到右，对吧？水出乙啊，水出丁，对吧？水出辛啊，水出癸。那我们立的是正旺相。那什么是正旺相啊？那就是说，乙辰水出乙辰啊，乙辰呢是水局的木，对吧？水的木库啊，水局。那么水局的地旺呢，在什么地方？壬子嘛，那你就立壬子二相，对吧？那么立相呢，就立壬子相，对吧？左水到右啊，出乙辰，对吧？这是立壬。啊，壬子嘛，那就是丙在壬下，午在子下嘛，对吧？那如果水出丁未啊，那么丁未呢是木局啊，是木局的木库，对吧？那么木局的木库呢，在丁未啊，木局的地旺呢就在甲卯啊，那你就立甲卯相嘛，就是甲卯，对吧？立甲卯相嘛。对吧？甲卯相嘛，水出丁嘛，对吧？水出丁嘛，那甲卯呢？那做的话就做庚酉嘛，对吧？做庚下甲，做酉下卯嘛，啊。那我们再看，如果水出辛啊，那么水出辛呢？辛戌呢？它是火局木库嘛，对吧？火局的木嘛，对吧？火局的木库是辛戌，火局的地旺什么寅午戌嘛，就午嘛，对吧？午的双三五星的啊，那就是丙午嘛，从丙午放出去水嘛，出水嘛，对吧？啊，那就从丙午放，对吧？立丙午相嘛，对吧？那么立的丙午相，水从辛戌去水嘛，对吧？丙午相，对吧？那么最后我们再看，癸丑水出癸啊，癸呢就是
金局的木库嘛，对吧？金的木库，金木嘛，对吧？那么金局的地旺呢，就是巳酉丑，酉呢就是庚酉嘛，对吧？那就对庚酉相嘛，就是庚酉，对吧？啊，你对庚酉相嘛，对吧？水柱木库嘛，对吧？水柱庚酉嘛，啊，水柱癸嘛，对吧？你立的是庚酉相嘛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呢，我们在上节课呢也已经讲过啊，我们就是现在回顾一下。那么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讲的是这节课的新的内容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讲啊，左水倒右。左水倒右啊，水出乙辛丁癸，出乙辛丁癸啊。那么如果它离正旺相不理想啊，正旺相也就是地旺相啊，四大局的地旺相，对吧？如果你离正旺相呢，它这个明堂啊，对吧？龙虎煞啊等等呢，配合的不好，不可以立。啊，很偏，那怎么办啊？那你就去自旺相，对吧？什么是自旺相呢？自旺相和上面那个啊，正生相、自生相是一样的。那么自旺相呢，也就是借库嘛，借库放水嘛。但是这个借库呢，和那个自生相。啊，和那个自身上的有区别啊，它不是借的同一个库啊。我们看一看啊，这是我们这节课新的内容啊。左水倒右，水出乙辛丁癸啊。当你的这个正旺相不理想的时候啊，不理想的时候呢，你要考虑啊，去借库放水，也叫做立地旺相啊。你自旺相或者地旺相是一回事啊。壬子癸丑庚寅甲卯乙辰戌巳丙午丁未空申庚酉星，戌前亥，对吧？我们说水出乙辛丁癸，乙、丁、辛、癸啊。那么水柱乙辛丁癸啊，我们首先考虑的就是啊，它这个是水局的木库，对吧？我们首先考虑的呢，就是离这个水局的自旺相啊。那么水局的自旺相呢，就是申子辰呢，就是孔申嘛，对吧？首先考虑呢，离这个孔申啊。那么孔申相呢，如果不理想，对吧？那我们就考虑离自旺相啊，对吧？那么你自旺相呢，也就是借库啊。那么借库呢，上一个呢，我们讲的这个自身相呢，我们就是说这个是水的库，对吧？水的库乙辰，对吧？水柱乙啊。那么上一个呢，我们讲的是自身相，对吧？自身相呢，就是巳酉丑三合金局嘛，对吧？巽巳嘛。巳酉丑三合金局的长生，借呢申子辰三合水局的水的库啊，借了水的库。那么接着呢，我们讲的是旺相啊。那么旺相呢，就是木局的旺相，对吧？甲卯相啊。那么水出一成时候呢，如果你立孔生立不成啊，那你就考虑
啊，立这个自貌像、假貌像，对吧？立假貌像，水出已成，对吧？啊，你的假貌像。那么假貌呢？我们看看，是不是那个木局的地貌？对吧？那就是前亥，对吧？亥卯未三合木局嘛。长生壬子是，木遇癸丑是，冠带九寅是，临官甲卯地貌。我们就的自貌相啊，那么这个呢就是亥卯未三合木局，对吧？木局借了水局的库，把它搞清楚，对吧？那么上一个呢，自貌自身相的时候呢，是巳酉丑三合金局嘛，对吧？就是金局，金局借了水局的库。对吧？那么这个呢，自貌相呢是木局借水局的库啊，这个是木局借水局的库。啊，有区别。啊，要把它搞混了啊，一个是自身相长生，对吧？金局的长生相啊，借了水局的库啊去放水。那么这个是望相自望相啊，就是木局的地望啊，木局呢地望相借了水局的库放水啊。这是水出，这个水出乙，对吧？那我们再看一下啊，这画的看不清楚了，我们再翻了出来啊。水出乙，我们再看壬子癸丑庚寅甲卯乙辰戌巳丙午丁未空身更有心续前黑，我们刚才讲了啊，水出乙啊，那么就是立木局的望相，对吧？地望相啊，借库小水啊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水出未，水出丁啊，乙辛丁癸。水出丁，对吧？那么水出丁呢？丁未，对吧？是木局的库，对吧？木局，对吧？那么木局的库呢，在自身相里面呢，它是生子辰三合水局的长生，对吧？这个是长生相，对吧？那就是水局借了木局的库。水局借亥卯未嘛，对吧？木局的库啊，这个呢是长生相里面的啊。那么自身相呢，自望相呢，就是这个丙午，对吧？如果水出丁，对吧？木局你立不了呢，正望相，也就是说木局的地望相甲卯怎么样？就立寅午戌三合火局嘛，对吧？望相，那它是火局的望相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呢，就是火局，火局借木局。火局借木局的库啊去放水，火局
接着木局，接木局的库呢去放水啊。那好，咱们稍微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我们接着来录下一节，再见。